本土聚集性疫情相关病例继续增加，要查明感染源和传播路径，做好追踪管理、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，切断传播链。截至目前的最新数据，全面排查2005人，追踪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290人，均已按照要求采取相应隔离医学管理。从5月10号起，我们是每天一般发往这个大阪。我们出去的话，大概是以防疫物资为主啊，回来的话把一些日本的跨境商品给带回武汉。订单一旦飞起来的话，我们这个运输成本的话，相对来说会降低20%。